法师好，大家好，我来自宁夏。那我身边问题呢，我想今天那个带着这个问题呢，然后呢向法师请教一下，也向我们的严教授请教一下。那我们身边有一些朋友已经学佛好多年了，那一起也在儒家文化里面扎根也好几年了，我觉着我的儒家文化这一块这个底子扎得还好还行，因为学过了凡四训，自从学过了凡四训，知道了凡先生的那个言行举止还有他的事迹之后呢，那像那个有些场所我就没有再跑进去过，但是我身边的朋友呢还是抵不住诱惑，已经知道了凡先生这样做了可以改变命运了，但是他们还去跑去就是披着传统文化外衣的一些所谓的免费的公益场所去听一些易经方面的一些课程，那其实去了那边呢就会兜售一些吊坠啊，一些那个吉祥物啊，摆在门口啊，戴在脖子上啊，一身行头下来可能就要几十万一百万，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你再去见他，感觉他的言行举止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他的心性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他只是就是买那些东西然后花那个冤枉钱，然后我就想问法师，为什么就是已经知道了凡四训了，已经知道这些道理了，为什么还要往那个不好的场所，就是邪知邪见的就是一些老师讲的一些东西他去亲近，然后这是一个问题。那还有第二个问题呢，我就想请教一下法师，那我们怎么在社会上来辨别邪知邪见的法师跟政治正见的法师有什么就是准则没有？谢谢法师。这个一方面呢是知易行难，这个不是说我们了解什么是好我们就一定能做到了，因为一个人我们从学习一种知识，然后把这种知识呢他所要提供的这种认识观念要变成我们的认识，然后要变成我们的世界观，然后要用它去替代我们原有的认识原有的思维方式，其实这个是要有一个相当的一个过程。何况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介绍的这个知识啊，比如说就像了凡四训它是非常好，它讲了一个人他是怎么样命自我立，怎么样通过真正的通过积累道德来达到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案例。但是呢这个案例呢就是如果我们不学习佛法，这样的一个从这个立心立命到人生的改变，其实这样的一个过程它还缺少一个哲学的基础，就是佛法的智慧，道德要有智慧的基础，如果没有智慧的基础啊，我们对这样的一个相信啊，其实它的力量还是非常的有限，所以我们不是单纯的停留在像这个了凡四训的这样的一个认识的基础上，它就有足够的能力来建立你的世界观人生观，重塑你的这种精神追求，其实有的时候是做不到的，所以还需要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需要对佛法这个有一个更加有效的一个学习，那么这样呢我们可能对这样的一种行为和道德我们会有更强的信心，那同时呢因为我们人呢就是说我们虽然说道德是好的，
但这种改变你要努力去实践，如果你不努力去实践呢，那么这种改变它也不是说很快就会发生的，它是要有时间的。那我们今天这个人，这个时代，今天的人，我们介绍的是一种比较这个现实的功利主义，哎，我们还是希望快速的，能够快速的发财，所以我们对这个世间啊，我们还是有很多这些侥幸的一些心理，所以才会去相信。当然我们讲比如易经啊、算卦啊什么这些东西啊，也不是说都是假的哈。这个算命也是有它一定的，因为从佛教来说呢，生命的延续是有它一定的规律，不是没有规律的。那这些易经啊、算卦啊，这个它本身也是这个帮助我们去了解的一种方式，当然算命也存在这个算的准不准，这个你用的方式准不准，算的人准不准，算的人动机纯不纯等等，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在里边，所以就是说这个如果从佛教的角度来说，他会告诉我们，我们还是要因善努力，而不是说你去执着这些结果。你算命算命的啊，我今天我要避开一些什么，但是如果你不积累你的福报，不积累你的道德，那你该是这个不会发财，还是一样不会发财。你要算命的人，那他自己也不是说他一定就是，如果他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那他应该是世界上过得最好的人。但很多时候并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需要呢介绍一种就是正见，人生的正见。正见呢就是通过佛法的学习，但是佛法也是博大精深啊。我们今天怎么学佛法？所以我在这个几十年，从自己啊修学啊到弘法，我一直在探究怎么能够帮助大家能够更有系统的来学佛法，学习佛法所提供的这种人生的智慧，所以我们就建立了一套就像读书一样，从小学、中学、大学，就是帮助大家能够来系统的介绍这样的一套传统文化和佛法的这样的一套学习。那我想呢，我们需要去辨别什么是邪，什么是正，其实是关键是你自己需要建立起这个标准，你需要有个好的老师，你需要能够建立起这种标准。当你有标准呢，你自然就知道，或者你相信这个老师，或者呢你自己有标准，你才能够判断。否则的话呢，很多时候我们一个外行人，其实我们很难判断什么是正什么是邪，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判断不清楚的。法师讲了这个，我不知道你明白没有，就是其实这个我倒是把法师前面的话再重复一下，是这个可能这些淫欲上当的人啊，本身就是抱着机心、投机心啊，抱着这个功利性太强。其实要真正要是八正道嘛，首先要正见、正知、正见。其实他这个里面首先就应该建立起一个基本的思想体系，就是说世上没有天上不会掉馅饼。应该是靠自己在因地去修，该有的才有，否则的话你如果有这种心态，人家也骗不了你。但是有一点我想说明一下，易经并不是假的，因为易经它作为六经之首啊，不仅是儒家道家都把它奉为了重要的经典，只是讲这个经的人可能是讲假了，那是另外一回事。